渴望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，虽然实在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，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。我是销售部王海梅，我在人民广场，我向毛主席宣誓，我们销售部的目标是223万美金。我的格言是：破釜沉舟，阿曼达必胜。我是销售一部朱丽晶，我在人民广场，我向毛主席宣誓，我的目标是39.44万美金。我的格言是：超越自我，超越极限，加油！我是销售一部刘璐恒，我在人民广场，我向毛主席宣誓，我的销售目标是14.14万美金。我的格言是：给自己一次机会，让梦想成真，加油！我是销售二部牛娜，我在人民广场，我向毛主席宣誓，我的目标是28.2万美金。我的格言是：努力拼搏，超越自我，加油！我是销售二部马佳佳，我在人民广场，我向毛主席宣誓，我的目标是21.2万美金。我的格言是：卧病立马，勇往直前，生生不息，全力以赴，加油！我是销售二部梁娇娇，我在人民广场，我向毛主席宣誓，我的销售目标是14.14万美金。我的人生格言是：一鼓作气，挑战佳绩。好，我是销售二部金美娜，我在人民广场，我向毛主席宣誓，我的目标是14.14万美金。我的格言是：不让自己留遗憾。我是销售三部房晓，我在人民广场，我向毛主席宣誓，我的业绩目标是28.2万美金。我的格言是：我们各自努力，最高处见。我是销售部赵庆山，我在人民广场，我向毛主席宣誓，我的目标是21.2万美金。我的格言是：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，加油。我是销售三部的严寒冰，我在人民广场，我向毛主席宣誓，我的目标是14.14万美金。我的格言是：超越梦想，勇攀高峰，加油。我是销售部潘林，我在人民广场，我向毛主席宣誓，我的目标是7.1万美金。我的格言是：生无忌子，心怀虚名，加油。我是销售部贾文乐，我在人民广场，我向毛主席宣誓，我的目标是7.05万美金。我的格言是：我不知道年少轻狂，我只知道胜者为王。我们是后勤保障部，我们在人民广场，我们向毛主席宣誓，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后勤保障，助力销售部完成目标。